你在台南出头，我是台南的好子弟，你问我台南的好子弟好食，你得用心。你讲太快了，你都怎么说啥？永远在下雨的台北，台南是晴天吗？好期待哦！台湾的高铁长这样，这边有这个栅栏。我想到美国，上次不是发生了一起，欧洲也有，就是有人恶意把在等地铁捷运的人推下去，然后死了吗？就是我觉得这个栅栏还是非常有必要的。然后台湾这边高铁坐火车都是不用安检的，我觉得比较进站的速度比较快一点。接着来啦，我们要出发啦。好闷啊，终于摆脱台北的雨天啦，到台南了。我们要坐台铁区间车到台南的市中心去哦。我们从台北来台湾这么久，我居然才发现计程车的秘密。对，因为上面那边有个荧幕，可以直接点选有什么路。哎，小朋友啊，400块。啊，好啊。现在完全就是夏天，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装扮会热死，就是穿了很多。哎，小颖，现在来一个挑战好不好？在台南港美男一，你去直播你？啊？如果直播，你要把我带上镜头嘞。哦。带上镜头，其他没说你不敢关。不是直播啊，是在录 YouTube。哎，小颖，你知道泉州的新年快乐是叫做“新年快乐”没错吧？不是吧？新年快乐吧？新年快乐吗？对吧？哎，那我们是讲“新年快乐”哎。耶！个叶子，个叶子。你刚说对，不太一样，跟台湾的不太一样。那我会不会吓到大家？小朋友啊，你来台南出头，我是台南的好子弟，你问我台南的好子弟好食，你得用心。你讲太快了，你都怎么说啥？我点知我是台南的好子弟？你问我最好食最好耍。哎，真的哦，都有好食啊。我讲台南三只面也爱食，一年一面也刚好有进落啊。哦，牛肉汤哦。我问这你这有煮啊？我没有煮。我今晚吃到明清朝时，清朝时期就有了。哦，清朝时期。饼干。牛肉汤的几次？的多少啊？多少人啊？啊，你后尾买门搞啊，吃啊。英啊，小朋友。啊。英啊，170啊。到了还蛮快的耶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取我们的民宿钥匙，现在换了一下衣服休息一下，要出去吃饭了。没有裙子，是不是穿反了？什么？没有反，吃那个什么黄什么鳝鱼意面。哦，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？这个地方好好看啊，
是把它改成这样很有味道。台南好悠闲哦，好喜欢这边的街上的那种感觉。我们现在就是来到那家什么黄鳝鱼意面的餐厅里面，然后这餐厅就是很多人，外面很多人在排队。传说中的黄鳝鱼意面，一碗就这样，然后一碗要90块。那我来尝尝它怎么样的。我觉得，对，我觉得这个味道还不错，还可以。然后主要是因为它，还好吗？被阿姨阿姨知道，是跟阿嬷的亲密接触。就是主要是因为它这个汤哦，是甜的，就是我觉得精华都在它这个汤里面。面是长这样子，鱿鱼，除了鱿鱼，鳝鱼，对不起，他说是行吗？除了鳝鱼没别的了吧？没，好像还有做什么菜吧？高丽菜吗？嗯，洋葱，好像还有洋葱。笑死！我喜欢吃甜的，所以我觉得味道还不错，但有的人可能会吃不习惯。这家店生意就是火爆到我们在这里吃，然后旁边的阿姨在我们桌上这边撞我。大家都好忙哇，这些招牌好可爱，好整齐哦。喜欢台南这个地方的，就是它很安逸、很安静的那种感觉，然后跟台北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它的巷弄里面有很多那种小店哦，都非常精致，门面都弄得好好看。然后我觉得就是感觉很像泉州哎。然后我发现，怎么了？没错，就是我发现台南这边它有的路口是有人行红绿灯的，有的是没有的，而且它的便利店好像不像台北那么的多，台北的便利店就是好像走几步路就有一个便利店了，但是在台南我感觉好像走很久才能看到一个便利店。这是台南晚上10点多，感觉路上都没什么车，没什么人，就是8点多的时候就已经没什么车没什么人了，大家也休息得太早了吧，然后店也关得很早，感觉12点的台北好像都没这么少人哎。Tomorrow 现在要吃午餐，待会去奇美博物馆逛一逛。怎么了？好美呀，而且在奇美的外围就是已经有在放音乐了，是我喜欢的。天气超好的呢，这一次是这个展，奇美博物馆好像去欧洲了。我们看完展啦，有夕阳哎。今天晚上
上睡不好觉呢？跟阿比一样呢，浅眠的人呢，是不是一点点声音就让你睡不好呢？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用喝的就能舒压的饮品梦梦水，睡前30分钟喝一包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。现在赶快上快点购，还有优惠抢好康哦！